这逝者来了之后呢，我们采取了一个民警24小时全方位值守啊，同时我们在这个保密室啊也是加装了各类的啊智能监控设备啊，确保呢我们在人防、物防、技防这一块啊达到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一个安防措施。就是在试卷的发放环节啊，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环节啊，我们除了每个辆押送试卷的警车啊安排警力进行全程押运之外啊，我们也是在每辆警车上、加装了 GPS 系统啊，警车的到位的时间、地点、行程、行轨迹啊都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